说，在这儿停一下。我想喝点咖啡，然后晚点自己回去。好嘞。那您先回去吧。好的。我出去喽。方宇，他怎么会来这儿？如果不找人说，我肯定闷死。喂，他想干嘛？又是我，我就想问你，男生是不是都喜欢会做菜的女生啊？还喜欢娇小、可爱、会撒娇？那像我这种已经长这么高，又不可爱也不会撒娇的女生，是不是只有靠做菜才有机会了？厨艺精湛是要从小培养的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是你啊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明天吗？幸好我今天来帮明天代班，不然啊就被你的伎俩给阴了。你说之前兔子里面是明天？你干嘛大惊小怪啊？难道你不知道明天一直在这里打工吗？啊，你真幸运，他刚才已经帮你留了最后一份草莓冰淇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想帮他，可是他总不肯接受。今天我很感谢大家能够来帮我，因为以前的我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忙，因为那样我会觉得自己特别软弱。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，我觉得能够有人关心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。讲给我听的，而我竟然以为是凑巧。